你知唔知咩叫白居易？白居易讲嘅唔系著名嘅唐朝诗人，而系政府推出嘅政策，扩展居屋计划第二市场至白表买家计划。房委会喺1997年成立居屋第二市场，由单位首次售出日计，第三年起，业主可以选择喺居屋第二市场转售单位俾绿表申请嘅合资格人士，而无需缴付保价。2013年，政府首次推出白居易先导计划，俾合资格嘅白表申请者都可以购买未缴付保价嘅单位，以满足社会对资助自治居所嘅需求。